谁呀？哦，不是啦，我身体不太好，所以没有去。齐秘书没告诉您吗？你骗我！昨天晚上你还好好的呢，怎么突然间今天就病了呢？真的，我真的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啊，就是因为我身体不好，没有精神招待您的客人呢。宝贝儿。 你现在在干什么呢？我在看刘云若的《红杏出墙记》呀。哦，你喜欢刘云若的小说？那《红杏出墙》这个电影你看了吗？是不是周漫华和徐凤演的？对，你都读过刘云若的哪部小说啊？《春风回梦记》喜欢吗？喜欢。哎，宝贝儿，你身边是不是还有个别人呢？ 没有啊，是老相好啊，还是小情人啊？不信，不信你就过来看呐！哎，对了，他的那个粉墨蒸巴马上就要出版了，那天我买一本送给你。啊，宝贝儿，你知道他是哪儿的人吗？啊，不知道。就是你们天津人。哎，对了，你想不想见他呀？这样吧。 哪天我请他吃饭的时候，你作陪，好吧？喂，喂，喂，喂。
coming. Pei 小姐，晚上想吃些什么？ 回来，给我点支烟吧。再来包果仁。 哎，钱，记账。不用记账。哎，刚才我说到哪儿了？你说到那个，你俩别混水摸鱼啊你！爷们儿，喝口。刚才你说到“骂叫五子登科”。对了，这呀是咱老百姓的新词儿，拿五子知道吗？金子、车子、票子、房子、女子。 都懂啊，不知道，新听说的。老刘有学问，让他给解解。这个接收大员呐，到处是捞金子、占房子、抢车子、捞票的，这都好明白。这女子是怎么回事？圣人说了，人吃饱了饭就想那老娘们儿。二嘎子，别瞎掰胡。圣人云。 保暖思淫欲，懂吗你？那么回事？这圣人骂收改词了都？一回事儿，一个意思。这个五子登科呀，就是说呀，除了汉奸他们大老婆、小老婆，干闺女、女秘书之外，什么歌女啊、歌星啊、舞女、女招待等等，都是他们接收之列。哇，这堂课真能盖了。 张经理，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？首席检察官，他不在我这儿呀。哎，你在这儿干嘛？哎呦，刘老爷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干什么呀？哎，这马登高人。我的情人很多，他是，你也是，来找我的人都是我的情人呢。 谢谢。哎，对了对了，还有一件事跟你打听打听，听说姓来的大官跟大洋马有一腿啊。这个嘛，我跟你说，真有那么一耳朵。那就说说呗，在这儿有嘛不可说的。酒，酒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听我法院的师兄弟说，不是那个姓郭的大官啊，他接收了大洋马，而是那个大洋马，他直接往姓郭的怀里那个。 贴上去了。哎，你说这娘们儿，为嘛就这么浪呀？你想听我的真心话？我不愿意有这么多的情人，我只愿意在我的房间里，只有一个我爱的人。这就是我的梦，一个永远。 也实现不了的梦。哎，大叔您好，请问李记家在这儿吗？是啊，我想找他。你找李记啊？嗯。哦，跟我来吧。谢谢。看见李记了吗？有人找。二爷。找谁啊？这位小姐找李记。 你是谁啊？我是他同学。不对吧？他。
他们学校只有和尚没女生啊，你找他嘛事儿？二丫，你以为你铁路警察呀？快带着小姐找李记去吧。跟我走吧。李记哥，李记哥，有人找你。谁呀？哎，若冰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就住在这儿啊？啊。你不想带我参观参观吗？哎，我家在那儿呢，我带你过去吧。嗯。来来来，屋里请。哎。大新人啊！李记交了一个阔小姐。这谁家姑娘？这是贝勒府的白马小姐。是，就是李斗他主人家的闺女啊。这他可吵吵了，真是怎么能看上李记这小子啊？请进，这就是我家。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呀？啊，坐吧。哟，没茶了，我给你沏壶茶去啊。嗯。茶沏好了，二丫，你忙你的去吧。喝口茶。怎么样，不嫌我们家寒碜吧？李继哥，你出来一下。我出去一下啊。嗯。怎么了？李继哥，这谁啊？朋友啊，朋友，啊，李继哥，人家是吃面包的，咱可是啃窝头的，你呀可千万别昏了头了。你在说什么呀？跟你说什么你都不明白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大爷来一个。打把菜。哎。行不行嘛，李继哥？不行。如果说我让我爸帮忙，他一定会答应的。不是我上学，凭什么叫你爸交学费呢？那我妈妈和你爸就像亲兄妹一样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见外呢？就听我一次吧，好不好啊？别的事儿都能听你的，就这件事不行。哎呀，你说你呀，你从小就这么倔，你怎么长大了还这么倔呀？若冰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是我觉得，反正我不管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来来来，没嘛好吃的，窝头就嘎巴菜，倍儿香。哎，这叫什么嘎巴菜来着？这你都没吃过吗？嗯。锅巴菜，李吉哥，你们都笑什么呀？这字儿在这儿念嘎。锅巴菜，大姐，您也太哏儿了。你别理他，这丫头就这样，来，趁热吃吧。你没吃过这个呢。嗯，真的挺好吃的呢。吃饭了，婶儿，我新打的嘎巴菜，您趁热吃。李记呢？为嘛他不来送饭？李记哥有客人，有个人来找他。谁来了？是一个女的，说是他同学，我也不认识，我没见过。不行，他是来还害李记的。你快去，你快去叫李记，叫李记。婶儿，您安静点。婶儿，那个女的看起来特别面善，不像是坏人，她不会。你听，李记在喊救人了，快去救我的儿子，他要害李。若冰，我出去一下。妈，妈你别慌，我来了。二丫，二丫，二丫，喊妈呀，叫魂呢，我这不来了吗？
谁？你是谁？哎，妈妈，没事没事，那是我朋友。是你朋友？进来，你快进来呀。若冰，你别怕。若冰，别害怕啊，这是我妈。伯母好，走近点儿。别怕，有我呢。好面熟啊，见过，见过，见过。二十二，二十三，二十四。跳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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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绳。若冰，若冰。妈在我生下来没几天就发病了，大夫们也对她的病束手无策。她有时候在耳边会听到有人在骂她，有时候听到有人要害我。每到这种时候，她就会暴怒，行为混乱，言语失常。她刚才好像已经安静下来了。她只有看到我的时候才会安静。那你不在的时候呢？我不在的时候，二丫，二丫给他送饭的时候，他会安静。二丫，因为我妈看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。哎，你不是说嘎巴菜好吃吗？我再给你盛点吧。真的是挺好吃的呢。是不是吗？这叫做嘎巴菜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。我觉得他挺有个性的啊。谁呀？二丫呀，还有谁？他从小就那个样，男孩子脾气嘛。不过，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不会吧，他刚刚对你不是挺热情的吗？他对你挺好的啊，是吧？还行吧。毕竟我俩一起长大的，那就叫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是吗？若冰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瞎聊天嘛。哦，对了，你多吃点啊，要不然我可给你抢光了。多吃点。好。撑啊！哎呀，放开我嘛！永远不许你走！要想永远这样，干脆把我那张心事给了了。快了！哎呀，总说快了，快了，嘛时候呀？我说快就是快！快了，丽玲，过来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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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捡回来啊！嘘，好样的！站住！心情不错哈。大清早上的来我们家做什么呀？啊，那个……问你话，来我们家做什么呀？嗨，是不是又想霸占我们家房子？哎呦，是不是又想拉我们去当劳工去？我告诉你，你休想！说，来我们家是何居心？哎呦，咬他！少爷，少爷，别惹事儿。
丽丽，不许叫啊！丽丽，乖乖的啊，没有事儿。哎，丽丽，丽丽，哎，没有事儿。我们家丽丽从来不咬人啊，没有事儿。李哲，你告诉我，大清早上的你到底来我们家干嘛来了？这不明摆着的吗？爷帽子进宅，无事不来。哦，对了，你回我们少爷话，你一大清早又到我们家里来，你干嘛来了？哎呦！哎，若从兄弟的，你拽住他啊！哎呀，若从兄弟，还生我的气呢？有道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吗？哎呀，没有事儿。再说了，现在不都胜利了吗？那蒋委员长不是在那以德报？哎呦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哎，他们欺负人！哎呀，站长。若聪，你别胡闹！郭叔叔，你跟我说没用，你跟丽丽说。格格，格格，管不管你们家若聪啊？丽丽，管不管你们家大狗？丽丽，丽丽，闪出来！丽丽，别惹！哎呀，你还笑？万一把人咬了？丽丽，好样的！你在干嘛？啊！丽丽跑多快！司马祖义，我管不管你儿子？你不管我管了啊！快，咬他，咬他！丽丽，快！你还不把丽丽拉回去？咬他，咬他，咬他！狗汉子，不要了！快把狗拉回去！你回家吧。怎么了？我的儿子，还生爸爸的气啊？怎么了？妈妈生气了。你怎么下得了手，啊？亚秋啊！你还记得若聪小时候，淘气差点从阳台上摔了下去，为这，我在他屁股上轻轻敲了一巴掌，他气得三天不吃饭了。你给我吵了多久啊？你说，若聪这孩子从小气性大，以后再也不许我碰他一根手指头了。今天你倒好了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你对他那么粗鲁，一点面子都不给我。若聪多大了？马上就18了，他受得了呀？我可告诉你啊，要是他为了这事也气得三天不吃饭，我可跟你没完了。进来。啊，老爷，太太，开饭了。好了，吃饭吧，啊。我不饿。哎呀，他们怎么都还不下来吃饭呀？我可饿了啊！哎呀，你等会儿，人家还没来呢。哎呀，你从小就是监工，现在还要当监工啊？大小姐，啊，若硕，老爷跟太太说，他们不吃了。那你们两个就吃吧。那若聪呢？他也不吃了。他不惯着闷了吗？哎呀，吃吧吃吧啊！
郝永清的午餐呀。哎呀，你慢点，一个女孩子憋着。你看这都几点了，他又想挨同学罚呀。是不早了，来不及了，快点了。你等等我，等等我，快点。起立，先生好。同学们好，请坐。今天，美国救济总署为了中美友谊，给同学们发放礼物。美国朋友捐的礼物五花八门，吃的、用的，什么都有。我们怎么发放礼物呢？我想了一个办法，抓阄。司马若冰，开始吧。是先生。同学们，下面按照先后顺序开始抓阄了。15号是小萝莉。10号，哇，8号是饼干。3号，你在说，我知道。还没睡呢，睡吧睡吧啊，明儿还上班呢。睡吧。哎，你大半夜的折腾什么呢？爸爸错了，行吗？哎，爸爸知道那个大洋马不是好东西，你恨他，你骂他，爸爸是可以理解的。可是姓郭的，怎么惹不起他？他跟你不都一样吗？都是从重庆飞过来的特派员。不一样。人家后台硬，都是8年抗战的战友，还讲什么后台不后台？哎，有些事一句半句说不清楚，别说他了。你还有2年的时间就毕业了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呢？考大学。考哪所大学？亨利说呢，说在美国的那这所大学，美国加州大学。那爸就送你去加州大学，真的。嗯，儿子，爸对你的期望很大的。嗯，爸希望你读完学士，读硕士，读博士，读完博士以后呢，再拿诺贝尔奖，行不行？我求你件事呗。有话就说，别像女生似的，嗯。我想让你给我买辆车，旧的也行。给我看看，是不是这款啊？
好了好了，爸你真好。嗯，以后要听话，知不知道？知道了。嗯，谢谢老爸。藏什么呢？鬼鬼祟祟的。啊，若聪的武器让我给收了。哎，谁给我的信啊？你外甥女的。燕燕啊。嗯，你们家乡又不太平了，国军和八路又打起来了。抗战胜利了，怎么还是中国人要打中国人呢？哎，重庆来的大官儿，你倒是给我这个小老百姓讲讲啊。有些话呢，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。哦，对了，燕燕说她要来天津了。这小姑娘从小没妈，怪可怜的。你赶紧写信让她来。是啊，好了，睡吧。这个车太漂亮了。嗯。好了，试试。去，去吧。好。行了，别上路了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啊！你认识米家律师的女儿？怎么，看上她了？谁说的？我儿子的眼睛告诉我的。爸，追上了没有？要不要爸给你当顾问啊？哪有像你这样的爸？哎，哪天你回家看看。哎呦，不要了。你俩嘀咕什么呢？说你的车开得好。对对，加速啊！走喽。Hello, Maria.Hello, Roberto. I'm glad. This 谁啊？长得这么漂亮？啊，你连好莱坞的大明星 Ingrid Bergman 都不知道啊 ？Ingrid Bergman， 不知道。你看过《战地钟声》吗？没有啊。北非谍影呢？也没有。啊，你知不知道英格里·褒曼啊，被誉为好莱坞的第一夫人？她出生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。她与加里·古伯在拍《战地钟声》的时候，剪去了自己的一头秀发。你看，她这短短的头发正风流一全球呢。你的意思是你的发型也是英格里·褒曼喽？哼，那是当然了。哎，若霜若霜干嘛呀？你听，等一下，你可以帮我们，帮我们，笨蛋。谁是笨蛋呀？我是他。我，哈，人家玉莲每天做饭、洗衣服，灵光的很呢，是不是？哪像你？天呀，你疯了吗？你把头发剪了？人家呀，可是英格丽·褒曼式的发型。你呀，迷英格丽·褒曼迷成这样，简直有病了。你懂不懂啊？英格丽·褒曼在《战地钟声》里演的西班牙女郎，简直太棒了。他简直，谁呀？怎么那么讨厌？
干嘛去啊？我要出去一下，麻烦你们两个帮我绑定。嗨，这么晚了去哪儿啊？照片里的是伯父吗？不是。我觉得伯父特别像一个人。是吗？像谁啊？像好莱坞的电影皇帝克拉克盖博。看什么呢你？没什么没什么，你说吧。我就是觉得伯父吧，他的脸型和风度都特别像克拉克盖博，尤其啊是他的眼睛有点儿坏坏的。去你的臭丫头，没大没小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爸可好了，我爸心底善良，为人正直，而且还做事情又很认真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爸是大好人，是天子第一号大好人，本来就是。行了吧，那我就先回家了。哎，等等等等，等什么呀？你又想让我夸你爸了？讨厌！我呀，收拾了几件衣服送给你，你看，这个花色，我觉得你二妹穿不错，是不是？这件给你三妹。若冰，我真的不用，不用。不要客气嘛，我妈说我和肉霜小的时候还有好多好多衣服，等到时候整理出来，送给你。不要嫌弃啊，来拿着，拿着嘛。伯母，她真善良，你一定要替我谢谢伯母。拿着，这个也拿着。这个我真不能要，这个我真的不能要。拿着，这是我平时攒的零花钱，快点拿。这个若冰，拿着，拿着。谢谢。若冰，谢谢你。谁呀？若冰，若霜呢？他睡了，他睡得可香了。那好，你也早点休息啊。啊啊啊！好的。干嘛了？夜游去了？没事，睡吧。又去当射箭了是吧？孩子们都大了，你以为他们是小狗呢？就算是小狗，你也不能总拴着他们呢。这个社会乱糟糟的，我怕他们交友不慎。孩子们眼看就要高中毕业了，你还以为他们是幼稚园的小贝贝呀？好了，睡吧，再辩论就失眠了。谁跟你辩论了呀？你呀，官大了，脾气也长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在外边不管做多大的官，在家可是……无奈和岁月长，无奈和人孤。尽人世沧桑，无奈和缘分短，无奈和两地散，无奈和人离去，隔海相顾无言缘。
是否能听见？我一直在身边，往日情景浮现，仿佛回到从前，笑着泪洒心间。身边，多想时光倒转，回忆重演，再续前缘。时光倒转。